看看新闻网。来自于上海的魏一凡，23岁，目前从事的工作是人力资源。有请魏一凡。Hello， 大家好，我叫魏一凡，我今年23岁，我来自上海。我现在在一家高尔夫管理公司担任人事专员。我的爱情宣言是：我们生来并不完美，因为爱情让我们一起经历，共同成长，最终成就一段完美的爱情。你会是我一直等待的那个 Mr. Right 吗？魏一凡，你平常说话就这么个节奏吧？我平时说话语速还是一般比较快一点的，然后今天的话我觉得我应该要说得慢一点，因为我怕我说错什么。很好，我们就希望你现在给我们带来一段精彩的才艺展示。好的，我将会为大家带来一首郭靖的下一个天亮，谢谢。来，掌声有请。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你的眼睛看得太浅太近，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积雪会自己融化，你的肩膀是我豁达的天堂。很好，78票，嗯，高票了。谢谢，歌声不错，酒味也非常的漂亮。来，面对镜头留下你心怀自信的笑容，三连拍，准备好，开始，一、二、三，很好，台中再聊。他愿意在第一时间接下面具吗？我想保留一点点悬念。很好，你冲着我笑，我有点被你酒窝迷住。还是看正前方好吗？好，好，那你这个面具可以先不接，但是呢，你必须得在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你最心仪的男嘉宾是哪一位，从1号到16号，选择一位。哦，他按得很坚定。哦，哎呦，这一位，我觉得有点配。嗯，真的，真的，来。选一个你看不太上的人，是这位。好了，我今天已经中了无数次枪了，我也习惯了，血有流干了。来，第一小人哥。来，我先说啊，姑娘，因为我不知道你平时讲话怎么样，如果你平时一直讲话这样的，我觉得没问题。但是说实话，你前面自我介绍是。我自我感觉啊，不是特别的舒服，你知道吗？我希望你还是自然一点，就是以你平时讲话那种方式来跟我们沟通，就不要那种文艺腔或者播音腔那么浓。好的，我平时呢，因为我和朋友之间说话都是说上海话的，然后每当我和他们说普通话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哎呀，魏一凡，你今天好严肃哦，都会觉得这样子。你看你现在这么讲话就好很多了，比刚刚那种让我们听了舒服多了。我也有同感，我觉得其实就是你说话的时候让我想到海枯石烂那种地久天长的感觉，就是可能你说话的时候，我觉得马老师已经说10句话了，他可以把每句话插在你每两个字之间，所以这种节奏可能会让他感觉不太舒服。但是我能理解。男嘉宾，你是不是让我认为你对我有心动的感觉了呢？够直接。你这个反应还是挺让我这教逻辑老师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对，很跳跃。男女嘉宾你好，你唱歌声音特别好听，那我问一下，你会不会唱那一点快节奏的歌？我会啊。我很有冲动想下去跳舞，跟你的唱和结合一下。那就来吧。太好了，一定要选一首快的歌啊。 Romeo take me somewhere we can be alone, I'll be waiting, all they left to do is run, you'll be the priest andBe the princess, it's a love story, baby, just say yes.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你的真心
谢谢。太厉害了。突然觉得大半夜的精神为之一振。男嘉宾真的很厉害。我好。侬好呀。啥体啊？就是一开始觉得侬人还是蛮好的，但是呢，侬晓得吧？我觉得肖阿姨，在后台的时候，她很活泼开朗，然后我很快的和她成为了好朋友。然后大家都在攻击她的时候，你也跟着围攻她，所以我觉得你不灵了呢。啊，不好意思啊，我阿弟我晓得了，晓得有事了有事了。晓得就好。我以后总结表扬女嘉宾。来，我们再进一步了解一下她，请看她微笑。大家好，我叫微凡，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平时最爱做的事情呢，就是和妈妈一起练练歌。我十分热爱生活，平时宅在家里的时候呢，就喜欢看看电影啊，弄弄花花草草，练练瑜伽，喜欢打打高尔夫球。另外呢，我的个性当中还有一点小嗲，我喜欢给爸爸捶捶背，帮他揉揉肩。总之呢，我的生活是非常积极向上的。我曾经经历过两段感情，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大学那一段感情。那个时候我们是一起参加校园歌唱比赛的时候认识的，当时的他长得十分帅气，后来我们就开始了。之后的一段时间呢，发现他和另外的女生牵手了，这令我十分伤心。后来我向他提出了分手。这段感情让我成熟了很多，之后呢，我想找一个有责任心、温柔、体贴、阳光、幽默，并且呢可以包容我所有小缺点的男生，希望在今天可以找到那个对的人。再翻开四张扑克牌，了解一下他的具体资讯。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的本科，现在在高尔夫一家这个企业做人事啊。这个是认为自己呢是个内向的夜猫子。对的。有一点小作。喜欢尝试新鲜事物。是的。哎，你嘉宾你好。你好。我刚看你说小作，我有点怀疑啊，我觉得你不只是小作吧，应该是老作的哈作。不是的，我觉得我的作是对我自己的作。我平时的时候很喜欢折腾自己的头发，我一直就是喜欢不停地变换自己的发型，一会儿想要卷拉，一会儿就想拉直，一会儿就是想。这个你是自己瞎折腾吗？有一点啊。嗯。哦，好难搞，我觉得。哎，女嘉宾你好。你好。你说你喜欢尝试新鲜的事物，什么？在你认为什么是新鲜的事物，或者是你会怎样去尝试？就是我平时比较喜欢吃嘛，看我身材就知道了。是的，我是一个小吃货。我平时就是如果微博上面有新的店啦，然后我就会托朋带友的跟他们一起冲过去就去吃了。所以你也吃得比较丰满。是的，这一点我很承认。很好。说恋爱过两次，因为这个男友呢和前女友复合而分手，又是吃回头草了。是的，我觉得现在的男孩子怎么都是这样。你跟他交往多长时间？我和他交往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呢，他之前谈过的一段恋爱有将近四年，然后他四年的那一个女朋友会一直回来找他，然后他们两个人之间就有一些藕断丝连、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然后我本来就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然后我就觉得和他在一起，我每天就心神很不定，所以我决定和他分手。是你提出来的？是的。他希望未来这个男友呢，要是真男人。但是他专门提到这个帅哥请绕道，就不喜欢帅哥。这个帅哥跟真男人俩人合二为一多好啊。我觉得外表上面一开始很绚丽的东西可能会吸引很多人的眼球，但是呢也会让人产生很多的不安全感。就长得不好看你反而就放心，长得太好看你反而觉得不太放心。那不能太难看的哦。好，嘉宾你好。你好。那我想问你，前面两个男朋友是帅呢还是？属于帅的吧。帅，你自己说你不要帅哥，等等，难道是就是因为？就是因为经历了错的人，这些，所以我受过伤害。啊，姑娘，其实从你最后一张牌，是不是被你选的男人基本上可以离开帅哥行列了？
开玩笑，开玩笑，没有。因为呢，很多人会觉得说长得帅的男人没有安全感，但你知不知道，你刻意因为这个不去选择帅哥，而去选择长得不那么好看的，也是另外一种以貌取人。其实我觉得长得帅的未必花心，但是长得丑的未必就是很安心的，你这点你知道吗？我觉得马老师，你今天真的教了我一课。没想过这点是吧？人的内涵才是最重要的，外表，任何条件和外表都是其次，我认为是这样的。我更想知道的是，女嘉宾这么妩媚，这么妖娆，是喜欢一个什么样的真男人呢？就是你所谓的真男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标准？我认为的真男人就是在做重大决定之前，他会有很有自己的脑子，理清自己的思路，知道自己往哪条路走。那帮你概括一下，你是不是要找那种得失清嗓啊？思路要清嗓，就得失清嗓的。对呀、啊。女嘉宾你好。你好。因为你提到前男友跟他的前女友复合，然后你不得不放弃。是的。这其实也勾起我一段类似的往事，就是有过这么一个女孩子，我觉得她那段时间跟我在一起确实心动了，但是她可能也很纠结，又跟她男朋友复合了。正巧那时候有首歌曲我印象特别深，叫《可惜不是你》。其实要这个说到这个歌的话，可达是很专业的音乐人，你知道吧？虽然他是 George Matt 的，所以也很晚了啊、哦，唱两句让大家活跃一下，是吧？静静性。我试一下啊。好。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前走是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天哪，王可达你好美哦，以后网络上面就会有王可达版的可惜不是你了。我觉得可能还是感情，就是真的有那种感情在里。好，了解到一段落了，在这个时候呢，我得问问你了，愿意揭下面具了吗？我愿意。很好，准备好，三二一，请揭面。是一个很有风韵的女孩子，而且第一个女孩子揭下面具之后还转了一个圈。男嘉宾们该做出你们的选择了，来，三二一，请选择。在你的身后还是有六张牌为你守候着，下面你还可以选择向一位或几位男生来提出一个问题。我想问马英磊，我想问一下你曾经做过最浪漫的事是什么？我是一个学工科的，本身呢逻辑思维比较强，但有些事呢我也是用心去做的。我记得就是我为他做了一块声卡，我上面刻上他的名字，我插他电脑上面放了一首歌，我告诉他你听到歌这里面可能是有你的名字，就是这样。这算浪漫吗？我觉得以他的个性能够做出这些事情，我觉得是很浪漫的。其实只要足够用心都叫浪漫。是的。下面呢你要向男生们提出六个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会主动翻牌。第一个要求，第一个问题是，曾经一段感情经历超过四年的但是分手的请关牌。有一位。好。第二个问题是，认为自己是帅哥的请关牌。刚不是马老师已经打消你关于帅和丑的这个概念了吗？但是这是一个我自己小小的坚持。女人多么的善变。而且这句话其实是有玄机的。有这问题是有点难，如果按逻辑的方式来推的话是比较难。他如果认为自己是帅哥呢，你有点自恋。你如果这个认为自己不是帅哥，有点自卑。自卑。他两个都是你自己的补偿。这就是二师兄照镜子。你还不是人。总之呢，没有排翻过去，很好。下一个要求，现场男嘉宾，如果曾经在马路上
和女孩子搭过讪的，请翻牌。这个情况挺常见的吧？还真不见得这常见。还真有人做过。有。有两张牌瞬间翻过去了。哦，我估计这是安利肯定做过，意大利人愿意干这事儿，是吧？在意大利有会有很多的那种一下子挡住你了，说 beautiful， 小朋友吧，这种。所以那边还比较正常的，在中国的文化，其实我同意你啊，可能会比较坏的，但外国人其实很正常的。你还可以继续提出你的要求。没有了。太棒了，有三位男生为你坚持着守候着，我们要有请出六号沈彦俊、七号孟爷、八号嘎吱马盖，两位请出列。这哥仨是不是商量好的，都站在一块儿。下面我们一起进入，总有一杯你的茶，天欧茶庄动情时刻。我先来吧。怎么说呢？我这个人我是不会浪漫，而且也不会说一些甜言蜜语。我说的直接一点，就是怎么说呢？你刚下台的时候，就是你这种 over 的身材，我蛮喜欢的。然后你摘下面具后，就是感觉很甜美，然后蛮可爱的，而且你的性格也蛮温和的，因为我也比较温和，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蛮合得来。最主要是前面跟你唱歌跳舞蛮来电的，我觉得，希望你能考虑一下我。好，谢谢。嘉宾你好，因为我觉得整体方面看你就是特别端庄，给人感觉就是特别有点像贤妻良母的类型，因为我想找一个就是非常就是踏实的一个女孩，而且就是我觉得就。从你的言谈举止上来看，就是我觉得你特别温和，还有特别善良，没有什么任何攻击性的语言。我觉得好多人在这个后门就是发言上对你有些质疑或者什么问题问你，你都非常耐心的去讲解去回答，我觉得这点是非常好的。而且我觉得我虽然是北京的，但是如果能跟你牵手的话，我觉得可以来上海跟你一块就是生活都是可以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其他方面没有任何问题，就希望你说愿不愿意就行了。哦，我说完了。嗯，女嘉宾你好，我是他们两位当中唯一一个，我也是上海人，侬好。侬好。从你一上台我就开始关注你了，然后是这样子的，你前面提问提到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我可以讲一下吗？我的前女友，我对她做过最浪漫的事情就是在她生日之前。他是过22岁生日吗？他的生日是4月26号，我帮他去跑遍全上海，就去找426号的路牌，然后终于被我找到了，然后我把他一张一张的拍了22张，这些路都是曾经我们走过的。如果说你今天能牵我的话，我会对你做出更浪漫的事情。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谢谢。好，吴亦凡，三位男生都对你进行了表白。嗯。现在你会从他们三个当中选择谁呢？面对三位优秀男嘉宾的大胆表白，吴亦凡似乎已没有拒绝的理由。那么他最终会如何选择呢？大家好，我叫胡青。我真的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我深刻的体会到幻灭是怎么回事。女嘉宾，你能把一首梁静茹的勇气唱成崔健的那种摇滚的风，我觉得实在是特别害怕，你知道吗？谁能百里挑一，由佳洁士独家冠名播出。闪耀夺冠的秘密来自佳洁士双效炫白牙膏，含美白精华，时刻闪耀冠军炫白笑容。我的冠军必备，佳洁士炫白系列。模仿成不了经典，梦幻西游创新不断，超级经典越玩越嗨，玩创新超经典，梦幻西游不好玩不要钱，快来试玩。今晚吃肯德基？中午才吃过呢。
晚餐不一样。匈牙利风味炖牛肉饭，干烧鳕鱼饭，碧绿鱼丸汤，肯德基上旋晚餐，只有晚上有哦。看我的999吃氧超人。看，戏演得太快了吧。999吃氧超人，吃氧就是这么快。皮炎平，认准999吃氧超人。新多美姿告诉我，宝宝成长的每一步需求都不同，这一步他需要抵抗力，这一步他需要低智聪明，这一步他需要充沛活力，强化每一步关节营养，用全新多美姿优阶分阶营养强化，展现宝宝成长优势。多美姿，头小小一口不过瘾，全新迷你趣多多，一定吃到豆。对我来说没有不可以，我的平板电脑可以单手掌握，还可以打电话，你可以吗？全新三星 Galaxy Tab 2，从此拒绝不可以。一心整形国际连锁，源自韩国。 Yes sir， 一心整形，你就是明星。个头小小一口不过瘾，全新迷你趣多多，一定吃到豆。闪耀夺冠的秘密来自佳洁士双效炫白牙膏，含美白精华，时刻闪耀冠军炫白笑容。我的冠军必备佳洁士炫白系列。男人都是这样子，从来不顾女人的感受。爸爸残留的胡须总是在我真难受。奔腾剃须刀，剃须不残留。欢迎进入非时代，不相识以相知，这是非时代的奥秘。无所谓身在哪里，心动总在一起。互联非时代，非样化时代。 Young or never。 中国电信。好，吴亦凡，三位男生都对你进行了表白。嗯，现在你会从他们三个当中选择谁呢？首先，威尔玛盖，今天和你合作，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机智的男孩子。谢谢。你的台风真的很好。我觉得你的外表是很有型、很有款的那一种，真的有点善到我了。好，谢谢。我觉得我现在我不想再找一个像这样一个让任何人都觉得他很帅的一个男孩子。我想找一份比较稳定的感情。谢谢你。好，尊重你的意见。谢谢干儿马干。Hello。嗨，孟爷，摄影师。你知道我想说什么了吧？听清见了，我从来没认为自己帅过，是吧？但是我觉得，无论你的发型也好，着装也好，我觉得可能你是一个。应该是今天出来是因为没想那么多，随便当了点衣服出来了，这就瞪错了，是吧？穿个裙子出来。还有就是我发现你身上的配饰还真的很多哎。还多过了我，让大家都看着一个光鲜亮丽的梦阳。好的，同样谢谢你。谢谢。沈彦俊，你曾经做过的事情让现在的我听起来都觉得很感动。牵我吧。但是在今天我不能够牵你。为什么呢？因为我心中有一个我选择的人。那你就不能再考虑一下吗？他没有选你。
难道我比他差吗？并不是，我觉得我想尊重我自己内心的想法。好吧，我们也尊重你。来，三位，谢谢，回到座位上。吴亦凡，你刚才在符文晓的手机里面曾经摁出了一个号码，是否还是你坚持在文晓手机里的这个号码？还是他吗？是的，我依然坚持。真的是他？是的。哎呀，我觉得这个小魏真的是一个有点心机的人。嗯。在我的这个按键器上，他按一下的这个不喜欢的人是16号马英磊。在我的手机上，他摁下的最喜欢的人也是马英磊。我想说，我的心机并不是一种对男朋友的一种手段，而是说我觉得那是一种对于生活创造的一种小惊喜。马英磊，请出列，先听听他的心声。男嘉宾你好。侬好，侬好。侬好，今天你穿的这一身衣服和我有点相配。嗯。啊，是吗？是的。缘分吧。是这样子的，我从小一直都比较喜欢学理科的男孩子，然后我看到了你的资料，我发现你的大学和我爸爸是念的是同一所，哎，然后我一下子又觉得感觉很亲切，然后我觉得虽然说你说你自己情商不高，但是我觉得我的情商也不高，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可以在一起慢慢成长，然后经历一些事情之后，也许我们的感情会更加长久。说实话，我觉得自己蛮帅的。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又选我不心仪，又选我心仪啊？这我感觉出乎意料啊。我刚才解释过啦，因为我觉得男孩子应该怜香惜玉一点。大家刚才都在攻击肖阿姨的时候，你就不应该再去攻击她了。我学习到了。学习到了就好。马英磊，你愿意和他牵手？拒绝了三位优秀的男嘉宾后，魏一凡一人勇敢地向马英磊表白，而经常不按常理出牌的马英磊又会做出怎样出人意料的决定呢？谁能百里挑一，由佳洁士独家冠名播出。闪耀夺冠的秘密来自佳洁士双效炫白牙膏，含美白精华，时刻闪耀冠军炫白笑容。我的冠军必备佳洁士炫白系列。哦，模仿成不了经典，梦幻西游创新接连不断，玩创新超经典，梦幻西游不好玩不要钱，快来试玩。谁能百里挑一，节目奖品由老庙黄金特别赞助提供。谁能百里挑一，男主持人服装由与狼共舞特别呈现。美食梦想，顶级厨师节目由九阳沸腾压力包独家冠名播出。啊，洗过手，细菌还会回来，新香印湿纸巾有效去除细菌，擦擦手再吃吧。新香印湿纸巾洁净又除菌。与狼共舞，东方卫视男装品牌合作伙伴。修正牌六味地黄胶囊，一次就一粒，管用。修正药业，修正牌六味地黄胶囊，一次就一粒，管用。修正药业。人生寂寞，江湖并不寂寞。九阴真经8月8全球华语公测。九阴真经，这是你的江湖。蜗牛为梦想而生。炎炎夏日，枯燥无聊，你还待在家吗？赶快带上你的亲朋好友，加入东方卫视倾力打造的大型水上娱乐闯关节目《如鱼得水》。百战百胜。
只要三分钟答对六道题，冰箱扛回家喽！赶快来报名吧！2012年的盛夏狂欢，本周日下午13:20隆重开播，你准备好了吗？马英磊，医院还在签收。我愿意和你签收。哎呦，真突然！我还看着征婚启事呢。因为他有一句话打动了我，他说两个人在一起，并不是想要怎么样，而是要互相成长。所以说，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不是一个特别成熟的人，但是他不断的给我灌输这种思想，我是有机会慢慢成长起来，和他一样。太好了，太好了！恭喜二位牵手成功。你们马英磊再也不用拿着这个东西到人民广场那块就分去了，可以收起来了。你们将获得由老庙黄金提供的金的金饰。你们将获得由真旅网提供的价值5000元的双人真爱之旅，真爱之旅一触即发。我们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再次恭喜二位。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让人重新建立起美好的家。对啊，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把吴亦凡牵手成功，以后我再也不用把这个牌子带到人民广场了，我觉得很开心啊。所以说这个牌子你以后准备怎么办啊？我准备收藏起来挂在墙上。收藏也是一个很好的，但是你不要再挂出去了好吗？好的，肯定的。还有一点，就是你以前那个女朋友呢？不会了，他们要结婚生孩子，这点你放心好了。好吧，那我想。